hello，hello，依家，hello，我啱啱认咗你噶啦，我 OBS 开咗麦咯，但系 Window 都冇开咯，唔该晒你，系啊，我头先咧系开咗个新图嗰个事嘅，但系咧见到搵唔出个 F，即系 click 咗几次。跟住我先醒起，好似系咪过咗时间？咁我 Google check 下，系啦，过咗时间，咁唯有开翻个短途玩啦。快好少嗰种。应该唔大啦，
我跟 hello， 吓佢哋有爱咩？佢哋应该齐脚噶嘛？听到有讲嘢，我有冇可以问？我头先咧谂住再试个新地图，跟住开佢 server base 试咗好几次都唔得，跟住我先至醒起好似系改时间。冇仔 hello， 咁我唯有玩翻旧嘅。谢谢啊。都挺搞笑的。
Mini 晚安。咦，我咪有入添啊！死，继续添，慢点，我去食啲。哎呦呦，哎呦，
chat.
对淘宝而言，我不喜欢逛。哦，我听到我讲嘅，我话不如睇埋呢个人睇下佢会唔会食鸡。我头先去咗切咗橙，同埋去咗洗手间嚟，我而家食橙。呢个 AFK 啊？佢好似 AFK 咁喎。呢個唔睇。哇，做咩啊 ？Mini 啊，话说咧，寻晚我睇紧猫仔台嗰阵咧，我就 Google 啲电容麦啊啲咁样啦，跟住咧，我发现咧有啲成 set 优惠套餐咁嘅嘢系。佢有支電容麥，不過就冇箍個牌子咁咧，跟住就同埋有嚿儀器咁嘅嘢啦。我唔知點樣稱呼佢，我唔識啊。佢係用嚟咧 ，for 啲 studio 可以用嚟即係唔係話好專業嘅 studio 啦。佢係咁你俾得你買家用嘅話，就可以 for 你插電腦係錄音嘅，錄埋歌咁樣嘅。咁咧。个价钱呢同等于买一支 Blue 嗰个电容咪呢係差无几嘅。咁我就对嗰套咁嘅套装优惠咁嗰套嘢呢就有啲兴趣。但係呢我就都系唔见你提供埋张图嗰个叫做咩 ,Winter 嗰个嘢啊。嗰、那個完全唔知咩嚟嘅喎，冇啊！咁我見佢嗰套嘢個價錢同買支 Blue 嗰個電容麥就一支差唔多價錢嘅話，咁點解唔買嗰套嘢呢？試一下腦。同埋呢昨晚呢我未 Google 咪之前呢猫仔我睇下猫仔台但猫仔呢佢就播緊歌嘅。哇佢啲歌完全唔識欣賞。咁我呢就聽返自己啱啱昨晚嗰直播嘅 record。哇我而家 headset 嗰啲咪收音真係。我真係好佩服你哋會聽呀喺度。因為係完全係已經越嚟越大聲嗰啲好似啲蜜蜂 V 嗡嗡咁嘅 noise 啊，其實你哋聽唔聽到㗎？我聽翻個 record 嗰陣係有㗎喎，嗰啲 noise 仲係越嚟越大聲。係啊，尋晚毛仔又開台玩 PUBG 嗰個新地圖啊！
Mini 啊，如果你得闲，你 Google 下相关资料俾我啊。跟住毛仔咧，佢屎忽於嗰张地图，真系我睇住毛仔话，我觉得有啲安慰啊。心谂我都唔系好差啫，即系我嘅生还时间都来过去。哇，入边有人。咁跟住呢，跟住佢系狂死啊，因为新地图咧好细嘛，咁佢就转咗玩 Force 嚟咯。咩啊？阿魔仔，你话我唔识嘢，系你听我啲歌啊？C.F. 你话，所以佢哋睇 Siri 系我个麦问题。咁又唔好话垃圾歌嘅，不过佢啲歌又比较点讲呢？我都唔知点形容好嘅咧。我又唔想用个老字去形容，因为事实上我又唔觉得歌有分老定唔老咯，只不过好听定唔好听，咁我就可以话我唔识欣赏咯。哇，原来 CF 你听 RU 咁似喎。点解趴低呢？趴低呀，唔该。我个佛，间房咁大你都唔识趴低。食屎呀啫。等等先啊，我搵嗰个我 set 嘢俾 Mini 我啊嘛，跟住你再帮我搵啲相关词。金钟国啊，唔识喎，唔知我连个样系乜我都唔知，我就系。我知 IU 系边，我都有听过下唱歌，几好听。Shit, 按错咗。你啲歌揾翻废啦，你听。系你我 CF 你识咩咧？你识韩文咧？我要入团。我仲有时间，我起身啦。阿 Mini 你讲咩2300？
逆中字，但系唔系我而家贴俾你嗰条 link 咧，有几好几套噶，好几套套装。但你听佢唱都系韩文嘅，你会睇住嗰个翻译中文歌词嘅。我想喐，我喐紧，喐唔到啦，我俾人杀咗啦。我好少啊，如果嗰首歌我听，我真系好想知佢噏乜，我先至 Google 佢啲翻译。男人也悲伤，我收台嗰阵先听。Mini 啊，我头先就系讲话，我见呢啲套装，咁佢个价钱同买一支 Blue 嗰个嘅电容咪差唔多，咁我觉得不如买呢套嘢翻嚟去玩下嘛。其实我可以录歌嘅。有时兴起嘅话，咁可以玩下啲嘢。你想听我唱歌，可以啊，你可以有办法搵到㗎啦。唔会变靓声王啊！咁我把声系咁就咁样，只不过系清咗定清咗咯，会起码好过而家 headset 个麦嘛。把声靓唔靓呢啲同个人样一样，见仁见智嘅啫嘛。C.F. 佢有听过啊，佢有听过我最贴近我真实嗰把声。因为咧 ，Facebook 嗰两段片我都系用手机收音嘅，用手机段就是插咗 earphone， 咁录唱歌嗰段咧就冇用到 earphone， 咁直接咁样即系等同同人哋倾电话。啊！我要背落啊！這個呢个 headset 咧，初时买翻嚟用嗰阵咧 set 好咗啦。嗰阵咧个收音都 OK 嘅，
跟住 OBS 之后更新啦，加上咧个麦咧，系啦个 headset 咧，咁用落去咧，其实都唔系用咗好耐，到而家其实用一半。咁咧时间一用嚟越嚟越多咧，咁就三。我讲嘢我又谂唔到，咁就收音越嚟越差啦，我呢个 headset。哇 ，mini， 你金耳嚟嘅，但系 Facebook 嗰个已经收得算系最贴近真现实真实把声嘅。原来 mini 系金耳嚟嘅。哦、我好似又要落圈啦。哇！原来 mini 你对听声有要求，你都继续留喺度听我呢个垃圾咪，真辛苦你。我自己听翻 record 都顶唔顺。有钱嘅可以即刻换去银行卢嘛，哪有钱？所以我同埋 Google 睇下个 budget 大概几多嘢。唔系啊，如果系买嘅，买翻好少少咯。我见套装咧，佢录音，即系佢本身个嗰红色盒，个盒咧，佢个牌子我唔识个 F 字盒嘅，即系我觉得佢如果做得呢啲录音应该 OK 嘅。咁跟住佢有套装咧，佢唔系配翻佢呢个本身嗰个牌子嘅麦，佢配 A 字头咩 ？Auto 系嘛？唔识 Audi 啊，跟嗰个嗰啲咯。是啊 ,CF, 我就唔想再嘥啲冤枉钱啊。我呢个耳机我呢、這个即係呢个 headset, 即係好彩特价买300多元半年咁就玩完了。个圈喺边啊，咁远嘅。铁三角嗰啲咪我唔知啊，不过铁三角啲耳机 OK 喎。我其实想再试下玩嗰个新 map 啊，我几鍾意个新 map。
系喎，咁快玩完。Chef， 你觉得个新 map 点啊？我觉得你应该系中意嘅。Chef 你咧，即系成口不对心嘅，好似我听过你闹沙漠之子嘅，啊！啊，咁啱，你讲呢个啱。啱啊 ，CF， 你講得啱。喂，佢瞄住啲槍呢。我叻咁咯，即系 game 叻咁咯。我全部走咗啦，去边啊？唉，算啦。哦，唔系，我都要入去。哦 ，mini 系啊。就呢、這个牌子啊，冇仔，所以我突然之间想加个指令呢，系感叹号 CF， 跟住系 KFC 咁样嘅计。诶，好似跑错咗。
我唔系揿咗右键嘅咩？喂，我满月啊！我去揸车仔。哦，攞住佢住，喂啊 ，fuck you！ 顶。Mini， 我陣間排緊嗰時有時間先 picture 去 Google Chrome 點擊你條 link 咩兩萬啊？唔使睇啦，有咩？唉，又死了我要。有两万，我不如买一部电脑。你睇下先。咩两万？哇！个样
平平无奇，但系20,000元，你估我真系开个 studio 度录音唱歌嗰啲咩？个脑咁耐嘅，其实咧打机点解要出声咧？系咪？其实打机可以唔出声嘅。20,000元买自用嘅米，我真宁愿拎啲钱去食咗佢老公。哇，捞咁耐嘅，我头先咪话咯，又唔系开 studio， 又唔系录歌嗰啲咁样。加上我呢个垃圾台冇人睇噶啦，买支20,000元嘅米。我上把死咗，我觉得就算换完咪都冇乜睇，因为我真係冇乜嘢讲。係啦，20,000元买支咪，我真係宁愿喂我请你哋食咗佢好过啦，开返位咁样。捞唔到嘅，阿 CF， 你系咪净系识 KFC 噶？即系你系咪净系知道 KFC 呢样食肆啊？其实仲有好多各种嘅食肆噶。咩介绍啊？死咗！突然间又唔醒起佢个名，其实我都好少出街食嘅。如果你话要有名咧，有间系有米芝莲嘅，即系价钱都合理嘅，食落去又真系好食。我觉得都合理嘅，即系都叫乜鬼名咧？乜乜鬼福啊！食得咩食得乜鬼福咯、啊？唔好记得啊！我都唔好记得个名。50元六件系抵嘅，但唔健康嘛。茶木我唔知啊，我其实都好少出街食。哇，其实大排档都唔平。大排档我真係冇去食好多年，都係
細個同啲大跟大人去食咯，食大排檔就以前細個嗰時。自從屋企人俾我同啲 friend 出街嘅年紀嗰時，同即係兩個女仔，幾個女仔唔會去食大排檔咯。都唔係話好熱，只不過呢係個老母呢特別擔心，其實香港很安全嘅呢。咁呢嗰陣時初即係初中啦，咁都叫俾出街，即係同啲同學夜少少呢，我媽就會咩连啦，夺命追魂光系啊，夺命追魂光好烦。其实我咧手机我就系长期静音，即系自此之后啦。咁咧，所以听唔听到电话咧，呢啲啊真系随缘啦。我觉得如果你系好紧急揾我嘅话，你会再打嚟。咁基本上咧，就算我见到啲来电，除非系识得嘅人或者点啦，我先会同你讲。即係你話咩？可能有啲電話公司啊，定銀行啊啲打嚟咧，你如果真係咁緊急揾我咧，我諗你會再，你有方法會聯絡到我噶啦，係啦。因為咧，如果嗰啲咩電話公司啊、銀行啲，你覆翻去咧，最鬼憎嗰啲電話啦。广东话请按一字，跟住有等啦，跟住话乜乜服务请按一，跟住又咦最憎都烦到死，所以我系唔会服嘅一啲。系啊，我老母系觉得系啊，系惊俾人。即系夜咁夜翻屋企吓，咁细个咩？我妈即系咁，事实上有啲新闻，即系啲非礼啊，啲女仔啊推入后巷下啲咁样嗰啲噶嘛啊！我妈系惊呢啲咯。咁我觉得香港好安全。咁同埋我出街，我哋行街都唔会无啦去后巷嘅附近啦，都会避开噶嘛。哇！咩事啊？红咗声。是啊，都俾人反锁。啊！点解要俾人反锁？你系咪做咗啲曳曳嘅嘢，所以惩罚你先至要反锁嚟啊？哇！你哋啲字好密集，我睇一停望清楚先，我都有睇错。啊，路灯，你讲你个同事四十几岁，夜啲翻屋企都夺命追魂光。你讲紧你个同事系女仔，即系女嚟噶，女性嚟噶。咁如果四十几岁女性又 keep 得好好嘅话，我都觉得还合理嘅。
煲咗你部电话长期，自己唔知系咪坏咗，拎去检查，即系睇下系咪坏咗咯。C 一仔系咪？路灯嗱，你呢个 case 我就系啦，我唔识讲。阿 C 啊，所以你俾人烦咗，即系唔俾出去，咁所以你就自暴自弃，就喺度喺屋企叫鸡啦，狂 call K 一 C 啦，系咪？就喺屋企食鸡啦，服噶啦。有人喺我呢度黐線，煲仔面冇型啊！煲仔面冇型啊！食壞身體啊！食壞咗體質。我又掛住講，睇下先。冇窗，乜都冇。系啊，细个都 M 记啊，嗰阵嘅 M 记好食无讲。多谢 CF 你提我啊！唔系，我都唔记得 M 记已经终止啊，我都唔再帮衬。如果得闲想过下口瘾咧，我都帮衬 KFC 啦。哇顶，塞住咗咧！其实我想问咧，吹奏系咩意思啊？其实吹奏呢个词系即系点解？我唔用 USB 咪啊！我就算而家个 headset 咧，佢都系嗰啲系咪叫 3.5 啊？嗰啲插头嚟咯。哇！超窄！哇！其实我又要入圈啦，好吗？其实我要入。有人啦，系嘛？吓死我！唔明啊！咩三咩唔系三点五啊？阿 Mini 啊，你睇我个台 delay 好多咩？定系你打字慢？定系你啊？你听到我讲但唔可以即时方便打字？我见你回复我嘅说话好似有啲耐。
大約近一年，網上卻使用吹走一詞，意思與吹捧相等。哦，哦，唔得啦，我驚我個台又 delay 好多聲。唔該曬 CF。我嗰度諗住試想突破，自己跑又好好。我唔知咩，我呢次落，我呢次都係，我呢個唔知。哇！做乜 CF 你唔玩嘅？我發現佢哋唔係玩緊。哎呀，那句有关本台咩最新消息已经查看 Google Plus， 我又唔记得加翻条 link。不过你哋喺个铺花下面，我点解？系你啱，你讲得啱。咩遊紅區啊？呢條真係超紅。嗱，你入咗我 Facebook 嘅話，Facebook 置頂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po 嗰度有解釋。我個 Facebook 其實已經停用了，即係啲更新嗰啲咩我都唔喺嗰度用。
其實你講 HLR 係咩嚟噶？我唔識喎。好慘啊！冇子彈啊！我係唔錯嘅。哦，咁我又研究下，子彈啊，我冇武器啊，真係傻啊！好鬼如果你是直接藏在电影院里面，哇，你说这些我完全不识。但系咧，好似 USB 插头咧，系会有啲 noise 嘅，系咪噶？定系传统用翻嗰啲 3.5 毫米 ？Oh no！ 我跑唔到喎。冇心機玩你都，試新地圖嗰陣咧，成日嗰個 FPS 都 keep 住60-70，正式版呢個咧就成個有質。都要洗个脸。
都有169蚊。好，又睇下咩意思。吓，但係我见有啲套装都係1200、1300喎，头先系咪？或者差唔多2000。但係其实我头先就係讲紧咗嗰啲套装咁样，都係贵几嚿水，好过就咁买一支嘅烟嚟。系咯，我就睇到呢个套装最抵嘛。咁如果贵几嚿水有埋个录音，好似佢仲有个软件噶嘛，可以调埋啲音，应该会好啲。冇啊，我都系 Google， 跟住睇下啲麦大概几钱嘅价格啊，即系个心底有条数喺度啊。我多谢 Mini 你同我讲嗰啲咩插头啲 USB 板啊啲，咁我要再留意，我再睇清楚，即系如果真系买拣啱。即係邊隻嘅話，係啊！我昨晚 Google 睇咗之後，我都預過連用麥，即係就咁齋買一支都起碼2300咁上下。咁如果淨係買個電容麥，都仲要耳機啊嘛，我耳機都我聽嘢又都係唔可以用啲太垃圾。咁啲支槍好似乜點執啊？不如發咩字先？哇，你咁噶？咁即系你话
哎，你最好啲钱用晒喺支咪，即系啲 budget 就用晒喺支咪度。个耳机我理得你系嘛？咁我都要听 game 声噶嘛。我而家呢个 headset 咧，真系连听声都有问题。我比较中意听有啲重低音嘅音乐，佢已经唔系好顶得顺。哦，符箓。咦，我执咗相同嘅枪。Shit。我有个背囊，多谢。葫芦，佢好似冇武器啊！佢冇武器啊，系啊，佢冇武器。我啱执咗佢一个背囊，佢仲要咁啱喺个门嗰度入嚟，葫芦咋？我好似行咗上。系啊 ，CF 你讲得啱啊！我就系唔会，起码唔系腾鸡咯。唔系啊，其实头先都已经有啲腾鸡嘅，我想转咁样噶，但系好似揿唔切定乜嘢，已经射咗先算啦。You， 哇！好难得又一击晒一个玩家，应该头先唔好崩大，反正都系死啦。其实呢，我又谂佢亚马逊嗰度呢买啊，但系呢我又谂紧呢啲保养嗰啲点样喎，所以我谂就算我买呢都会去翻嗰个咪十牌嗰度。呢个咩嚟噶？唔系咁高科技嘅咩？哦，啲转插头咁嘅嘢，我打机啫，其实唔开咪都得噶啦，系嘛？我反而想 upgrade 部脑咯，thank you mini。但我唔想买，咁如果我单独咁样用呢个电容咪呢，我就唔想再买头罩式啦。我谂住买个入耳式嘅耳机啊。啱啦，其实最好呢会买间屋搬屋啦，整个 gaming mountain， 哪有钱？其实呢个 pub 书系咪得两张地图噶？
哇！咁佢真系快啲出个新地图，我门得两张咁样碌嚟碌去，唔怪之成日咁大机会碌到沙漠啦。即系如果再加埋 A G 喺度嘅话，MMCX 唔识，我会 mark 低嘅，我会再研究下。Mini， 你对呢啲好有研究咁喎。即系你的资讯很有用 ，Thank you so much。哦，好啊，咁你食饭啦。我如果有问题，我 Twitch 嗰度 PM 你。我食緊橙啊！個橙九點鐘搣咗，即係頭先我話 BLB 咗先，食食到而家未食完。做乜唔俾人哋讲嘢啊？有言论自由噶嘛？佢又唔系猫仔，又唔系讲啲乜嘢？阿 C F， 我寻晚同你玩完之后咧，跟住你，我知道你觉得我真系好废，我都知道自己好废，其实我都有啲 upset。跟住呢好似我睇猫仔玩，跟住我就发觉我都唔係好差啲，起码我生存得耐啲。我知你差唔多时间。咁你之后你事实上喺，我觉得你喺之后你唔玩，你喺 chat room 嗰度都讲啦。不过咁事实呢啲我又唔介意，我知自己咩事，即係都话啦，即係玩玩下识㗎，点解我玩咁耐都咁样。即係猫仔啲技术好过我。但我昨晚睇佢一路试玩个新 map 咧，佢真系落地五秒就死咁样。佢又唔开咪喎，佢咧就有打字，咁佢打字佢自己讲嘅，我觉得啲反应好搞笑。哎呀，有乜想玩啊？哦，好咯，我最废啦。
我咪应该要入落啲好啲咧？毛仔，拜拜啦！超劲，放飞嗰个。咦，你做咩？花仔啊，花仔啊！我去，去外边。咪个噗噗啊 ，hello， 系啊 ，I'm so lonely， 单排噶，诶你入嚟 carry 我，不过其实单排先变唔长，冇错。哦，原来你想同我玩嘅，咁啊，你入嚟咯，系咯，你入嚟玩一两玩玩咯，冇所谓，难得你喺度，冇理由你喺度，我坚持单排咁咯，咩啊？对边个有要求？我知道，我唔明白你讲呢句嘢。你可唔可以详细少少？系你意思，你对人，你对某人有要求，定我对人有要求？我比较差啲理解。你喺我下面 profile 可以见到我嘅自我简介。无所谓啊，无所谓，我都好快入嚟咯。C F， 你快啲解释清楚，我真系唔明你呢句嘢。唔好讲啲唔讲啲，我最憎人哋讲嘢咧，讲啲唔讲啲。我上次我嗰次俾 CF 话嘛，佢话嗰即系有闪光弹嘛，我真系唔知呢只 game 啲闪光弹咁冇用噶，系咁你正常闪光弹系有用噶嘛，鬼知呢只 game 啲闪光弹冇用咧。跟住佢话我系咪谂住 cover 佢，我系谂住用啲闪光弹扰乱敌人嘅。咁跟住佢话我咩射，问题系我射定唔射，我都唔知道。其实我唔系好明点为之射定唔射。我哋系谂住用咗个闪光弹扰乱咗个敌人先。唔系啊，你个名系咪读姑姑啊？系咪呢个音啊？佢哋讲话呢隻 game 啲闪光弹系直情冇效噶。即系每个人技术唔同，我唔会话人废咯。你睇大堂，我都冇话过自己人废或者垃圾。系事实你冇啊，你冇讲过啊。你事实就冇讲过呢啲说话，但系咧，即系你冇直接咁样讲咧。但系你嗰啲反应你系，即系你嗰啲，我又要认下先，自己打呢个容易啲。你嗰啲反应呢系
俾人觉得你即系你讲其他说话咧，你唔需要直接讲，你有时讲其他说话都会人哋都觉得系话紧噶嘛。即系举例就系、是、有啲说话仲难听过粗口。我唔知道我表达咁样表达，你明唔明我讲乜嘢？咁你教我话我就系、是，我都新手，我唔知啊嘛。即系闪光弹都有，即系你咁样讲呢句嘅话，咁即系闪光弹都有用，只不过用途唔同。通常咩啊菠萝？通常就接菠萝或者烟吸法。菠萝都唔系吸法啦，菠萝已经系用嚟杀人噶啦。嗯，唔系话讲咩都唔啱，即系，哎呀，我 CF 你咧，唉，真系，唉，我都唔知点讲好。阿毛就系 get 到我意思啊，即系，好似嗰日我搞到好似我自己觉得好似我好衰咁。我其实唉，嗰寻晚定前晚啊，喺 RC， 跟住阿513又出句声咁样插把口埋嚟，不过佢都表达紧自己感受，跟住 CF 你就讲嗰句咩啊？你同我玩得唔开心，我咪唔好同我玩，我冇所谓噶，即系点解要咁样讲嘢咧？何必咧？shit， 我应该忍住。哦，冇错，放喺个边度。我记得 CF 你曾经讲过一句，你话死咗咪死咗咯，有咩嘢啫，咪下场咯咁样。但系即系唉，我就话你讲呢啲说话。但是身体是最诚实的。即是但你表现出来给人感觉就是这样。就算你怎样去讲话自己 just for fun 啊，但是人来感受，人是最大就是感受。那人来唉，我都无气，我不知道怎么说。即是如果用返 CF 你讲嘢嗰个毛呢，真係咁直接到咁样嚟讲呢，我都想讲一句，即係如果我唔即係如果我即係费事你嘅话，其实我真係可以唔出声，即係冇必要讲咁多废话。多谢我。其实呢个画质呢揀到非常低呢，实在好难睇。阿毛仔呢隻 game 呢，佢个中文译名呢係咩？绝地求生㗎嘛。你求生就得㗎啦。你求生嘅啫嘛，咁个玩家嘅玩法都唔一样噶嘛，唔一定好似 CF 咁 CF 啲咁英勇先去挑机嘅咋，补血 item 都唔攞，咩得几滴血都话一枪一只就得噶啦，佢自己就得攞，我边得啊？
我认真认，唔系头先讲嗰啲都系事实。我而家更加认真啲讲点解啦，毛仔。我咧打机咧，其实系当我对嗰只 game 咧知道或者即系已经知道佢系统系点，然之后识玩咧，我就好快冇兴趣噶啦。我真系唔识玩 shooting game。咁同埋讲真，我觉得呢隻 PUBG 系真系几好玩，即系嗰个系统上嚟讲，加上对真人你真系死咗都唔知咩事，都仲有啲刺激感喺度啊嘛。但系你打单机电脑嗰啲，你其实你已经知道嗰个电脑嗰啲怪嗰啲攻击模式系点样，即系好死咯，嗰啲好快会玩闷嘅。就是因为我唔识玩 shooting game， 咁我对我嚟讲，我觉得有啲挑战系咯。即系我觉得，我唔识玩，我系中意去学，叫做学紧嗰个过程啊，或者如果我已经玩到可能十枪有。七八槍都打得死人嗰陣，我就好快會悶㗎啦。冇仔有張咩圖嚟呀？等等先，我匿埋先睇。太細呀張圖。阿毛仔有张图，完全毛仔嘅感觉、感受。你都有睇 Hebe 讲，每个人就冇得唔同嘅位置。当你可以理解我嘅位置，就明白我嘅心声。但系我觉得唔易。咁如果系 teamwork 嘅话，就算咁，我就讲啦，人系会有失误嘅时候啊嘛。咩啊？等等，等我一阵先啊！哇，冲入呢度我会死咗，死一死啦！咩啊？你都有跟住，你都有听阿威讲我，我好多时都冇啲声，冇啲声都有安静啲，都唔得，都冇可以唔住，讲又唔得，讲咗又唔得。Chef， 我咧今朝，我今日晏昼咧，我喺度我喺度剪紧片。我剪咩片呢？我其实系剪我自己抽箱咁样嗰啲，我有啲嘢想出喺自己嗰啲喺 Google Plus 啊嗰啲 Twitter 嗰度出 post， 即系所以本台最新消息唔该留意 Google Plus。咁我今日剪片嗰阵，咁我会听翻啲 record 噶嘛。我突然之间想剪翻剪段片系俾你啊！是剪呢，是你的表现是怎样。我想剪出来给你自己，即是我集中成剪你那些，然后就给你看回，那你就应该会知道自己的对比是怎样。其实个重点呢，其实唔使讲咁多，个重点你自己，你都话你打机 just for fun，OK？、Okay? 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表现出嚟俾人个感觉唔系 just for fun 咯。你就算连自己唔小心拉错啲 item 啊，你都系可以好激动嘅。我知你系我知你好嬲自己，点解好似哎呀咁都拉错？本来应该点，冇话一定本来应该点样㗎。
你话本来应该点样，但系你又拉错咗，咁你讲到好似蝴蝶效应嗰啲咁样，即系你本来应该系要拉得啱嘅，你唔会出错嘅。咁你系人嚟噶嘛，你点都有时会恍神啊之类嗰啲咁，你出错打机啫，打机啫嘛。阿毛仔，你话我你话我喺度行行企企有一场咁样，前晚啊，好似嗱，我而家俾人射，唉，真系。我前晚先至再玩翻呢只乜嘢 PUBG 系啦，我前晚先玩翻呢只 PUBG， 已经好耐冇玩。嗰时玩嗰阵咧，我系一望，我已经系头晕啦，所以我根本上我都唔系好 focus 去玩，我已经晕紧，我只不过适应翻只 game。所以前晚阿毛仔你话我喺度行行企企，系啊系行企企，但系我系适应紧只 game 咯。咁係咁行企企又俾人射死咁又點啦，冇所謂 game 嚟㗎嘛。你慢慢感受一下隻 game 就會有進步啦，點到。我頭先就係話囉，我對隻 game 呢，如果我已經知道隻 game 係啦。阿噗噗係仲喺唔喺度啊，你係咪玩呀？我可以同你雙排喎。我望一望咗个 list 好似走咗落去，唔理佢谂咩。唔系啊，我见你班兄弟，其实你班兄弟佢哋去到得翻十几个人嗰阵，佢哋都好认真嘅。其实我觉得你哋成 team 呢，即係你哋你啦 ,Voy 啦，即係多数都係你啊 ,Voy, HU 同埋发言你四个一起玩㗎嘛。咁我未玩 PUBG 嗰陣呢，之前睇你哋玩呢隻 game。其实发言唔好踢佢好似嘻哈哈咁样成日笑，咁冇计啦，佢开人台做呢啲嘢㗎嘛。咁但係佢即係佢哋係死剩个图，死剩得返20多个或十零个，睇情况啦，佢哋即时认真摸㗎啦已经。我其实觉得你咁成天日好型㗎喎。但係其实 CF 你系咩？你由开隻 game 到你就算可能收咗 game， 你都系好认真摸。我就话佢哋就算提人哋喺左边右边，即係佢哋唔会好似你个语气咁样咯。阿毛仔，你话 D game 你到而家都冇 D 啦。Silver， 我希望你唔好误会呢话你啲乜嘢，其实你冇，即係大家都冇错嘅。只不过想你呢个人温柔啲 ,ok? 温柔啲咁嘟嘟。点解个 SK Lab Boot 走咗嘅，明明喺度㗎。咁你咪學下温柔啲咯，你我真係又要我都係節目效果定咩啦，你當我絕對唔係鍾意翻舊帳嗰啲。嗰次我本來已經好緊張，你仲咁大聲害我，真係嚇到心跳加速，我真係心跳加速啊。
啊 ，Cipher， 你咧暂时咧目标你就操翻自己身形先，唔好你操翻个身形先啦，其他啲唔好讲，即系唔好讲住，一步一步嚟啦。我同你讲，我其实你可能见我点样玩咁耐呢只 game 都咁嘅，因为每个人夹你都你。其实你都好理性，你都明白每个人嘅技术啊或者咩。我其实我打机咧，我系中意感觉佢先咯。我中意系即系我初时开台玩 Dark Show 咧，有啲高手啊入嚟咧喺度讲话咩容错率啊，唔知点样劈佢几多下定点点，我哇！我心谂打机啫，佢咪学问嘅咩嘢吓？我求其劈都劈死只怪，我点解要做你哋嗰啲咁？我真系 just 过分噶嘛，大佬。跟住话你唔系咁样，都唔系咁样，我唉真系。即系单机 game 啦，我讲紧咁唔同呢啲 shooting game 啦，另外一回事啦。我冇放埋一齐嚟讲下 ，OK？ Sorry， 我迟咗望个 chat room。我头先讲紧咩啊？咩会唔会系咁啊？你呢句系指乜嘢？喂，俾个背囊我啊！俾个背囊我啊！冇谷，认真噶，嗰次认真嘅，因为我本身玩我就话得翻十几，即系得翻十几，你哋三个死鬼咗喎！咁我得翻十几个，好大压力，你明唔明啊？即系你三个死咗，即三个同事睇住我玩，我已经好大压力㗎啦。我好惊，好惊，即系嗰阵仲啱啱玩你只 game 冇耐，中枪我都好，我都会嗌，好惊。跟住你仲要喝喝嗰啲话，左边系有人，你见唔见到？见唔见到？哇，吓死我啫！跟住咧，临尾仲话右边，你成日讲右边，我右边右边做乜嘢？我心谂右边有人啦、啊，定有乜嘢？我又睇唔到啊！跟住我扮完都下下开瘾咯，哇！想点？不过好彩扮完喺度开瘾，有我笑喺度。咁咧，当时咧，我系觉得 AGU 嘅语气咧，俾嘅指令系会令人 calm down， 你嘅完全系吓死人，跟住我扮完咧完全都综艺嘅，我有剪咗精华噶，你可以睇翻。我知道你系好身体，我都讲话你系一直俾紧指令，屈个佛有车。咁但系问题系你啲语气吓死人。即系我就话我本身 OK， 我本身见到已经死完十几个，你三月我仲要死鬼咗，我已经好紧张噶啦 ，OK， 即系我本身个人已经好紧张，我已经紧张，但系我可以 calm down 嘅，同自己讲 calm down。你嗰啲提嗰啲语气咧真系吓鬼死人，即系我自己，因为我冇睇到有啲乜嘛，你话右边你就净系讲右边，我又听右边吓、啊、右边做乜嘢？有啲乜先有人？有人嘅话我就跑咯，或者有菠萝都要跑。唔好意思，你话右边即系点啊？去右边啦，定系咩 ？Holy shit！ 真系，冇啊！你寻晚同我玩嗰阵啲语气非常之好啊，啲声量啊，语气嗰啲 OK 啊，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今日下昼剪片嗰阵，我就突然之间想剪断。嚟就系放你嘅片，等你俾你听翻究竟啲对比啊！系咯，咁你咩有乜细声啲咧？
你可唔可以温柔啲咧？吓吓，即系吓死人噶嘛，吓到个心嚟一嚟啊！吓、啊，打机啫，你估真系落场去开枪去绝地求生咩？咁你明知自己把声粗犷，系咪应该更加去控制一下呢？吓、啊？哇！我真系觉得咧 ，CF 你咧根本上系，啊、哦！我觉得好似对我弹琴啊 ！What the fuck！ 哇！算啦，我冇气啦，我唔想讲啦，我要讲嘅已经讲完啦。阿毛仔，你系唔系到阿毛仔？毛仔，如果你理解到咧，唔该你帮我再同佢讲一次啊！有一啲咧先天嘅条件系，但系后天你都可以去改进噶嘛，系咪？系咪先？唉，阿乌把声都好 man 噶，但系佢讲嘢都好温柔噶喎。咁语气同声系两回事嚟噶。阿 C 一部挑战紧我位先，都好似白言话斋啊！你真系激死我，你激我啊！粗狂啊！粗狂啊！你而家两倍啦，成功，啲茶饮先好啲。我咪应该又要入院啦，我唔入院。阿波波，你仲喺度噶？我头先死咗，仲谂住同你双排添。你双唔双排啊？你等我死埋呢场咯，我可以玩到11:30收堂。系啊，我成日系，其实我冇事啦，我就系苦，我就执嘢咯，真系好彩冇遇到人。不过我成日拣到偏远嘅地方啦，先。我成个地图，咁冇怕丑，打机咋？我又见你唔到，你又见我唔到，就听声咋嘛。跟住而家我 headset 个麦出，我把声仲要 man 咗添。
系咯，怕乜嘢？打机啫 ，just for fun，I'm really just for fun，OK？、Okay? 你 CF 唔好带，你哋唔好扮怕丑啊！你真系。唔系啊，我本身我都有呢个嘢噶啦，不过中文啫嘛，打机最紧开心啊嘛。英文 just for fun 啊 ，gaming just for fun。切，系你自己讲句嘢出嚟，你自己唔用咋，关我鬼事啊！自己讲句嘢出嚟，但系认真冇 ，all the time。咩嚟噶？睇过。唔系咸嘢嚟噶嘛？哦，你读理解嘅。我唔紧要，我可以转话题讲啲学术啲嘢。你可以讲啲学术啲嘢。可以教下我，其实我咧有啲期，其实我都几期待自己单排咧，如果可以咧，唔一定食到鸡，可能第二啊、第三名都好，即系喺度临尾嗰阵系温按温嘅阵，佢好似好。好似啲咩武侠小说咁样，唉，好闲啫，咁错，喺 chat 喎，讲错，好闲 ，send 佢好闲啫，除非你又你 send 佢啲普通嘅嘢，你又唔系讲啲好好，真系好差好核突嘅嘢，或者唔知有啲好闲。系啊，我就话自己睇下有冇能力可以做到 one on one。我所以我真系要感谢咧。仲喺度睇我台嘅你哋，我呢个 headset 个麦真系我自己听翻 record， 我自己顶唔顺。你哋仲可以喺度听，我真系好感激你哋喺度。我仲喺度用紧呢个烂鬼麦虐待你哋，真系 sorry。我冇呢边入边啊 ！Oh no， 我要跑边。Oh my god！ 使手。
系啊，我成日都系咁啊。送外卖系咪真系俾人杀啊？如果我冇理解错，嗯 ，Oh shit， 佢扑过嚟 ，Come on， 快啲！C F， 你要明白我系新手，我冇你嘅技术咧，所以咧就要执啲装备去保护自己先。咁我要练枪噶嘛，系咪？好，即系我冇理解错，咪就系咯，即系死咯。我跑入啲我先。啊，有车，左定右啊？哦 ，CF， 咁你讲清楚啲嘛？唔系，我冇睇清楚 ，sorry。所以通常我都系 ，OK，sorry，、okay, 我睇错。我个橙就系食咗两个钟，嗱，开紧台呢，开紧台睇 chat room 呢，就呢样嘢系有困难嘅。同我对你呢系冇误，冇误会太深。如果你认为我误会你太深呢，即系你唔觉得自己嗰啲情况系有令人觉得唔舒服咯，之后就直接讲你唔觉得自己有问题了 ，sorry 啊，我已经谂到点样形容词讲。咁你快啲变啦！哇，输就吓死我，得个头晕我啦，黐线嘅，我望下，我回望下我。要食屎啊你呢条友乜啦逼逼逼啦咪样我都冇食啦。阿波波冇解得正常。咁佢收緊圈呢嗰啲人佢係会 cam 㗎佢会 cam 㗎。佢係咪双排入嚟双排啊粗话双线，
Mini, welcome back。哎呀，阿婆婆，我而家先见到你嗰句提醒我啊！你开始收细圈就留心有冇人 cam 屋。哎，我而家先睇到，真系会 miss 噶，睇个 channel。系啊 ，CF 你系啊，我都知系边个。你寻日真系啲声量啊、语气嗰啲非常好。冇误会太深，绝对冇。即系咧，你啲系兄弟噶嘛？咁可能你哋男人之间讲嘢可以粗犷啲嗰啲啦。又唔你咁，你头先又话咩？次次又见我满晒人，我而家等你入嚟啊！我讲翻 CF 先啦。你又应该同咁，你同你啲兄弟沟通，你真系哇！如果用你继续用嗰啲声，即系同啲女讲嘢，真系吓死人嘅。你头先唔系话玩嘅咩？吓 ？PXE 啊，你而家你有见到我好劲咩？我都好废嘛。你入嚟行企企都冇乜所谓哦，唔紧要你入嚟，我 carry 你。唔系我个名咯，你就算睇 game 游上面都见我 L A O O F 啦。你讲紧 Steam 又 send 咗啊？我唔见有喎。咁呢个 Steam 系咩名？咁咪唔好翻咯。哦，见到啦。啊，个 Steam 咁慢嘅。但我哋要溝通喎，点样溝通啊？有咩溝通？我有 Twitch App 嗰、那个。Discord 有，跟住 RC，
咁你都冇翻工，你个人系唔系公司你点俾人惨啊？定系你讲紧你嘅，你会俾屋企人惨啊 ？Pitch， 都系你等等啊，我开紧 Pitch 啊。咁、那个老细佢都要联络到你先插得到你噶嘛？咁如果你心情唔好，你咪当放松下自己，俾自己请病假又好，休息日又好，你off 咗啲手机啊，啲乜鬼与世隔绝咁样咯，系咪？咁你再第二日翻工先俾个老细插咯。咁起码咁你都有一日系可以令自己舒服啲啊。等阵先，死啦！个 stimulus 点样嚟咧？点样俾人咧？哦，咁，你入我个。个 Steam 嗰个叫咩啊？群组啊，定咩嘢？死啦！但如果自己我都唔知点样，唔识入。但系我自己唔识入翻个 PUBG 嗰个聊天嗰度，我点样入咧？你等阵啊！我唔知点入啊，点入啊？你揿边度入噶？我公司省打黄啊，好多人请咗三四六，我乜都做晒。而家不过你个老细对我好好，唔可以令佢失望。哦，咁你就唔好令你个。老细失望哦，哦，系，thank you，thank you， 太老冇用呢样嘢，唔识用。等我先 ，hello，hello，hello， 听唔听到？好似冇声。等阵啊，点样有声 ？hello，hello， 冇声喎你。系啊，等阵。啊！等，oh shit， 揿错嘢啊！等先，我好急。是我正在弄啊，你等等啊。
语音。系啊，系呢个啊，乜冇声？喂喂，听唔听到 ？Hello， 听唔听到啊？显示语音对话资讯，咦？点解冇？哦，系啊，低 B， 我真系低 B， 等我一阵啊。Hello，Hello， 听唔听到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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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唔听到？听到，系系啦。我唔记得咗系要暗仔，我哋搞个声得啦。暗仔，系啊，我搞咗揿，我拣咗揿掣先。OK， 个 Steam 度咧，仲未睇到你 add 咗做 friend。我 add 咗。咁啊，我试下重开个 Steam。因为你喺我个 friend 先咗我个 Steam。OK。好渣住个咖啡先，紧要啊！你见我有，我都好忙嘅。我之前连续四场 solo， 我废到我呢队友弃我，只系都唔同我玩啊！而家得你陪我玩啫。点会啊？我见到你个 chat room 唔系有几个咩嘅咩？佢哋自己玩都唔同我玩啊！你系咪成日呼个人啊？五个人饮啊？唔系啊，其实系佢哋呼噶嘛，我扮佢哋。哦，咁即系你咪就突出嚟嗰个。系啊。未揾到你喎，仲我个 Steam 嗰度仲未见到你 add 咗做咩？我就讲咗 add 咗，如果系我个 Steam 嘅事情。我成日邀你玩，玩得唔？但你唔系我 Steam fan 嘅话，你玩唔到。系咯，我就见到有邀请观看咯，邀请观看。我试下 add 到先。咦？ Yeah. Yeah.咦，你有两个 account 嘅，我揾到。好、啊，你 Steam 嗰系有七八嗰、那个，定系另外一个？就 LAO 一个，有两个。两个啊，你试下 search 你个名。几时啊？我突然间要。唔紧要啊，唔系逼你，我冇所谓嘅。呢、這个都系你嚟噶，呢、這个都系我。哦，即系L A L O F N。我个 logo 就系点一点有嘅啫。哦，因为我 add 咗七八嗰个。好啊，多谢。系，好唔好？哦，拜拜。迟咗新 map 未？知啊，佢讲得啱啊你。睇下先，睇下你个 chat room 讲咩先。我随时处于我之前玩 PUBG， 我就呢个咩，处于呢个高度戒备状态。
点解？因为玩 PUBG 好紧张。你见到我出空嗰个左路皮卡俾只 CF 啦，你系佢讲过两句。哦，我识咗佢，我个机费啊。哦，佢话佢叫你对我诶，佢乜？佢讲话我对得佢只 CF 啦太多，咁啊变得太紧张。咁 CF 咧就叫你咧对我温柔啲。我尽力咧，我对个个都咁温柔嘅。好，下次我见到 at 咗你咯，但我PUBG 嗰度我未见到你 online。server 死咗，啱啱攞翻嚟打嘅。重新启动。哎，见到啦，我要你。变啦 ，Let's go。呢唔系喎 ，D 讲第三张，第三张啊，第三张。天眉，双排系咪？双排。我睇紧呢三个唔分别，好，系咪呢个 Two Man？ 我唔知喎。咩 squad 嚟嘅嗰个？人 ，go go go！ 同埋咧，因为通常啲直播主咧玩 PUBG 咧，佢就要好留心喺只 game 度嘅，就好少睇 chat room。系，即系一睇 chat room， 一睇 chat room 就分心。系啊，我就是，因为 just 分，因为我。咁如果死得戇居嘅話，好興啊！我覺得。你見我有咩嘢？我冇嘢。其實我之前咧係因為見到阿辛迪拉 host 嘅台咧，我先入嚟。哦，原來係辛迪拉嗰啲。系啊，即系我知啊，好多谢佢嘅事。大台我系，跟住整埋 S Line， 期待。系啊。咁你有冇同我？冇啊，因为通常入亲去佢都系负。我入去睇过佢玩嘅，佢又系讲大话嘅，话只好快，但系其实好劲。咁我一定唔会令你失望，好真跟真心币啊，同我对出好紧张。咁要啊，连啊！我初时玩咧，我听到枪声，我惊，我系惊到会嗌，我而家已经唔会嗌。呢边啊，通常农场呢、這个呢条路线咧就应该多人，学校都多。哦。学校礼拜多噶啦。这个位置好吗？可以揀了，揀了，快跳。跳，跳了。跳了。其实 PUBG 我经常都叫撩人玩嘅，但通常啲人都請我哋邊個？我聽你麥聲有啲細，我揀上嚟睇，揀翻先。Twitch Apps 嗰度，我哋揾完好快走啊！因為通常啲人殺完學校同埋綠洞咧，就殺過嚟嘅。啊，已經見到條友撲街。我佢入咗。拳头加拳头卡，屌！喂，屌！哇！哇，走，开枪啲人！
好唱你。我啱先搞翻。哇屌！唉，冇啊，扑街，好捻多人啊，冇啦冇啦，好多人啊，至少见到四条啊，你快走啊，你都冇枪噶嘛，有四个人杀紧埋你。我有个战器，你唔执枪？有支手枪。你听住听住个部声喎，附近多人咯、啊，意思。开门啊！有 shotgun 拎 shotgun，shotgun 通常初期用，初期用你转角遇到爱嗰啲咧，一枪死嘅嗰啲。我个 shotgun 冇用。你初期好有用噶，你玩到后期系冇用。同埋你个角度咧，唔使成日望住地下。有好捻多人啊！嗰边，你附近应该有人嘅，听嗰部声。我明咗呢个啦。你知唔知揿个 control 咧，可以压脚步声嘅？你试下揿咗 control 之后揿前后左右，你行细声咗。我一直谂咧，我一直谂就话。佢有两种嘅，如果你按个 C 掣咧，踎低行咧，踎低行咧就 ，C 一点都唔够呢样嘢嘅。但系我始终同人即系玩唔够钟数啊，对枪咧一下死啊，啲 玩 FPS 唔够。即系你个脑都系唔好得。啊，同埋讲翻啦，你试下揿个 control 之后行，会慢好多嘅，但系就冇脚步声咯。啊，好有味。咁呢个通常啊，你 feel 到嗰间屋就应该有人嘅啦，但系你想过去做佢咧，就咁样用咯，或者你唔肯定边个位置有人嘅，就系、是。你 feel 到嗰位有人，但唔肯唔確實佢位置喺邊咧，就用呢啲方法去行過去調查。同埋你個角度咧，唔使成日都向下望嘅，因為你向下望咧，你如果突然間你啲啊左右你有人咧，你睇唔到嘅，所以你個最好嘅角度通常都向直線咯，即係向水平線。偷埋我落地五分钟完场。唔好话我哋二个死啦！同埋你依家系咪听到嘭嚟嘭嚟声嘅？应该喺学校嗰边传紧嚟嘅。唔系，估到嘅，因为学校同埋六栋咧，即系佢学校隔篱咧就有六栋嘢嘅，所以有啲人叫六栋嘅，一二三四五六个六啊。啊，六洞咧，咁就通常誒嗰度啲武器咧就，喂，你做咩？你做咩企喺門口？通常啲資源咧就足啲嘅，咁所以就多人搶咯。
喂，有 H 八执咗，爸爸。哦，其实我咪骚扰紧你。哇，有个急救包。声该发睇你唔到嘅，如果你要偷望咧，最好喺窗边望，因为如果你开门咧，就啲人就知道你屋入边有人。低收皮，我唔讲。冇嘢，我哦，冇啦。蛋蛋系通常初期咧，你同人争资源嘅时候，可能一转嗰下即刻见到咧，就一枪死嘅。咁要枪机我开晒工。入唔入嚟啊？唉，我玩 PUBG 真系好紧张啊！我之前同啲 fans 同我五五波啫，唔需要收脚步，真系点啊？真系同个差唔多程度啊！我咁。我分咯，咁我咩啊嘛？我见你唔知咧，我唔知你唔知啊，你知啊？你可以教我啦，我嚟做咯。好，咁我用咩武器啊？我唔知啊，我真系好怕死。你咁样唔得噶，嗱，你要咁样做咧，嗱，即睇呕啊！呢个系。嗱，你睇过做一次啊，咁样，咁咪仲呕，唔系正常嘅，冇啊，冇呢啲嘢，你一开始就惊，好 ，sorry 啊，我注意翻语气。啊，紧张。因为玩 PUBG 咧，啊，你讲。因为我怕，诶，我紧张我都可以放假。应该系你紧张 calm down 到，即系冷静咗。台听个台话听唔到你讲嘢。唔好神得我啊！Hello， 我依家冇声喎，你讲嘢啊？我睇到个 chat room， 因为我 Twitch app 嗰度咧，我 set 咗禁制嘅，咁我开紧台嘅，咁我同台嗰度讲嘢，而家你冇听，诶，你想听埋？不过 OK 啊，冇错。唔系，但系问题系我开麦咧，你唔会听到我个麦声。
大嘅 voice。Hello，Hello，Hello。唔係，你會唔會聽到我個麥好大 voice？ 如果好大嘅 noise 咧，咁我 keep 住撳低啲，因為如果長開咧，你就可能聽到大個雜音咯。哎呀，落嘅，跟住走啦。啊，講翻啱啱 OK 啊，聽到啊，而家即係唔會話好多雜音，好多雜音。哦，咁我長開啦，仲好希望唔使撳。分心。啊，餐點？同埋，通常降落嘅時候咧，就順手睇埋附近有冇人一齊落咯。哦，你嗰啲語氣非常之好，跟住啊，好嘅，一齐。听完啦，我而家教翻 Twitch 嗰度诶，我系。不如我盡量教你點樣操作先啦。哦，啱啲。快行過。啱啲啊！點解咬住支麥又講好嘢？我咬住支麥講嘢咪更加唔順。我而家行過去你嗰邊。教你點樣操作咯。啊，咁佢中間。你新教我点样出嘅？系咪知我系新手啫？我都新啊，啱俾人写。喂，睇住有人写啊！喂，仲喺就喺门口度行个顶。喂，集条走咗，追佢，咩追佢？你有冇枪啊？乜都冇啊！我过我就放下嘢。我要翻同花儿同埋 A G。你去嗰边睇，你去嗰边睇有冇枪执。我以为依家都。得，我依家去翻嚟嗰边。好。哇，圈中心喎、啊。嗱，其实咁嘅，哇屌，哇屌条友食过翻寻味喎，有射我。又行过你嗰边，哎屌！好，有冇枪执啊？不过。Thank you, thank you. 你睇住
睇住出边有人嘅。我唔系太咩啊，太又太紧张嘅佢。O K O K， 一手分。我想阿 CF 面过我啊，我顶得顺啊，通常因为系人，通常撞到人俾人射都系突然间嘅事，所以就吓亲咯，系个反应系比较接近吓亲咯。我明啊，但系我啲习惯咗俾人射已经冇反应，我而家中枪都冇乜反应啊，真系。我真係唔好彈一蓋啦，好驚！就去另一度望望，好彈。去餐廳嗰望望。即系我通常会撩人玩嘅，如果冇人玩咧，我又唔会一个人玩。我真系要做嘅，但其实咧 solo 咧先至有。但 solo 熬底啊！我咁快你同我做咩嚟熬底？哇！嗱，你射啊射啊射射啊嚟！喂，屌！AKM 爆头黐下线啊！边度射过嚟噶？喂，你唔好喐我过嚟。你睇，通常咧嗱、如果有人单咗咧，就望一望边个位射过嚟先。系啦。OK，CF 上好啊。喂，你继续。系，我继续。通常我话，如果其中一个队，我讲一句，我真心想学嘅，所以 OK。嗱，你即系啲唔好咁紧张。好，我冷静一下先。啊 ，OK， 就咁嘅。通常你俾人射，即系其中一个队友俾人射低嘅时候咧，就望一望，就望一望个人哋边个位射过嚟嘅。但系啊，其实我咧有睇过下 YouTube 咧，啲嘢都有啲教我咧，系话咩上射嘅。啱系。我其实好难嘅。个咁呢个真系经验啊！呢、這个嘅玩都可能你意思玩即系啊？你讲点啊？即系咩嘅？通常如果佢用步枪射嘅话咧，即系一嚟佢有枪声啦，二嚟咧就通常有火光嘅。咁佢可以用枪嚟嘅，我希望嘅是火光。Ready，ready。OK，OK， 因为我仲。咁你都系听枪声咯，如果系咁嘅，因为咧佢啲步枪咧，其实有个枪头咧叫就制焰器嘅，咁就可用制焰，即系节制嘅制啊，火焰嘅焰啊，哦，制焰器嘅，咁就用嚟揿住个射枪嘅时候个火焰光嘅。嗯，咁讲翻啦，咁就如果有其中一个队友单咗嘅时候咧，就留意翻个射嗰条友喺边度射过嚟先咯。因为如果你贸然咁冲过去咧，就送头嘅啫。哦，唔系我头先谂嗰度，我惊头。哦，唔紧要嘅，因为如果你射單咗咧，你係咪變一條紅色嘅巴嘅？嗯。
咁如果红色嗰度已经系透紧血嘅啦，但系个人趴低。系啦，冇错，趴低如果变咗红色嘅血咧，就如果我唔乱咁喐嘅话咧，都长都条命都仲要长啲嘅。如果我系咁走嚟走去咧，嗰条血咧就会扣得再快啲。新人，我就发觉咧，如果爬嗰阵咧会扣得快。系啊，冇错。你问呢个语气得唔得？我想问你听我讲清楚，因为我 set 话听我讲嘢嘛，所以问翻。O K 系清楚。即系 O B S 出声。O B S 出声。O B S 直播啊嘛。啊，我知道，我都因为我都有搞直播。你再搞一搞。点落好嘛？喂，落。你我睇下听日再跟埋呢个先至搞搞 OBS。我而家整。原来你都有开台。不过少啲，少咗啲啦，最近。咩咯？玩埋呢场之后去搞咯。收个台先就。系啊，搞嗰啲先，大细声就开。但佢话听唔到咧，系冇啊，系。我喺出口喺楼上，我喺楼上。附近应该冇人嘅。咦？隔篱有架车喎，好喎。就讲多样嘢啦，佢咁咧，你如果你行嘅时候咧，揿住个 window 左边嗰个，我唔识读嘅人。Window 左边嗰个掣系 Control 啦，系咪？右边嗰个掣点读？唔识。Auto 啊，咁系。咁如果你揿个 Auto 掣咧，就可以边行，即系唔会影响到你行紧嘅方向嘅同时，又可以转到角度望咯。冇人教我呢啲嘢嘅。你可以入嚟屋之后试下嘅。我试咗啦，啱啱嘅，你一讲我就咁咪可以跑紧，即系好似头先我想去救你咁，我都可以。你啲资讯肯定有嘅。我唔系 I T 狗。咁系咁样讲。你的教學很有用，多謝。你如果真的很緊張的麥克風，你真的是沒有好處。什麼啦？搞了你的台先啦。即系咩嘛？你打机可以下场 ，view 啊紧要个，紧要嗰啲天味。
好人啊，唔係啊，我打機就叫我咁樣去打鬥人，就收噶啦。同埋即係有小技巧啦。通常又冇頂住，我怕死，冇頂住，喂，冇頂住，冇頂住喺門口。原來你想入嚟。咁通常咧，如果揾屋入，即係抄資源咧，就盡量去啲大屋咯，因為大屋就通常多啲嘢執嘅。咁呢，咁係咁講，繼續講。咁通常大屋就多啲嘢執嘅，通常啲細屋咧就冇嘢執嘅，所以就點解學校啊、六嗰啲大座嗰啲屋咧就會好多人去搶咯，所以就咁解咯。但係就係多人去搶就成日買，睇運氣嘅啫，其實呢抄咗㗎啦，呢個都啱嘅。咁落得到學校要。land 落去唔难嘅，我呃你呃嘅，我要讲少少，拣特登拣喺学校入边嗰啲，有嘅，屎忽痕想同人只抽系咩咯？枪咧就落去嗰度，连枪最好落去嗰度咯。可以嘅话，唔好话即系冇用嘅，即系起码。喂，你知 M 六喎，你要唔要？我入紧嗰间二楼，冇错。同埋聽，即係啱啱個腳步聲，我哋知啦。如果你 shift 咁樣跑咧，係最大聲。跑住嘅啫。係啊，我知一句話，入咗師就係要入堂先入嘅。係啊，冇錯冇錯。喂，你嘅頭，我想射你。唔可以偏飄嘅喎。冇走咯，一跳落去，跳落去。差唔多，其实收紧啲嗰阵，啲人会听嘅。佢好啲，一定嘅入定佢好啲，即系我个人觉得咧。系啊，我觉得，因为之前即系啱啱嗰阵，之前有另外一个人做嘅，佢又系讲话咧，如果收紧啲嗰阵，啲人听。嗯。你讲。哇屌！喂，走啊走啊走！后边啊！阿叔啊！你系见到人啊？又见到你啫？系啊，后边射过嚟嘅。我见到你背脊俾人射啊嘛。例如听唔到你啲声，咁埋啲，咁 shift 掣，可以加。通常好 ，thank you thank you。呢个我都好少揸车啊嘛，因为部机费咧，帮我望下右边嗰啲门，屋开门未？咁同埋，如果揸车咧，你见到啲楼开咗门咧，装下。
你知唔知玩緊第三星座有邊係？哇！屌！喂，喺屋入邊啊！但知道知道。喂，佢 cam 等佢三分，好賤啊！佢等咗三門 cam。知道知道，喂，好好。佢已經背住咗張啦，佢見到係嗰個 cam。見到我啦。佢應該見，佢望住佢。唔係我呢間路喎，阿雪衝入去同佢撲。哇！邊度邊度 cam 噶？哦，樓梯口啊，樓梯口啊，屌！睇下自己點死嘅先。我最多就貴嘅啫。屌！係啊！屌佢喺樓梯口個 cam 鳩我。就係 headshot 咯。Oh, OK， 誒、欸，你仲玩？你唔玩？玩到十一點半咩？即係我覺得雙排就有時有呢啲壓力，因為你死咗嘅話。要我顶，要我顶，即变翻，系。之前咧，我咁我同排啦，同啲 friend， 咁之后，咁其他三个死晒咯，咁剩翻，咁成场游戏咧就剩翻两个啦，一个系我啦，另一个就系对手啦吓。即系温浪温啊！系温浪温啊，跟住之后我嗰阵时紧张到系 feel 到个心跳喺度跳 ，feel 到听到啲心跳声。我明你啲咩感觉？系啊，即系成场人嘅期望咧就落晒喺你度。系啊，我明啊，我有段精华。将快定慢咁铺？你讲，我将我咧之前俾人吓到心裂，我出嗰段精华咧放咗喺我。我哋刺激啲学下，我得闲睇下你段 clip。都冇嚟餐厅啊，但系。唔好谂住学校刺激啲啊！我知。飞唔飞到咧？有啲慢。知唔知咁舒服就系我知。同埋啱啱撳個 auto 係咪 auto 嚟㗎？撳到係嗰個掣咧。咁你通常你 land 緊嘅時候咧，咁你咪用呢個功能去睇下隔離左右有冇人。咁你咪大概知道附近有冇人，幾多個咁樣。好多人。我哋冇遠少少啦。
你又玩翻牌，你加得廿几个钟。因为我识嗰啲全部都玩咗百零三百个钟以上。你见我佢玩咗，佢玩咗三百个钟都好废。我谂我都系冇得明。咁你不过唔紧要啦。你有睇我平时同我班组？你都看了所有的東西，我看到霸然咯。你有冇追佢？你有開台㗎？因為你開緊台，咁我都唔講，費事俾人屌。因為我知道，我知道佢有開台，但我真係好少入去嘅。即系冇咁，冇咁百去百行咯。啱嘅。咁你除咗PC game 之外，仲冇玩其他嘅？我暂时而家 PC game。唔系，你系谂住长开地未？如果有時間，我想打嘅。因為我都諗住換，但最近啲零件好貴嘅 ，RAM 啊啲。我換到咯。因為如果換的話呢，就換機啊，換買一張 capture card 啊，那些一次過搞曬。因為 Mon 上年十月的時候已經換。喂有人打，有人射。右边射过嚟，对面屋射过嚟，匿紧。我嘅右边，我嘅右边。山，我嗰间啊。我唔肯定系教堂定系，我唔肯定系教堂定系。我有人去紧你嗰度啊。得，睇到。喂，屌，唔够血射。唉，你射唔射埋佢啊？佢而家执紧我啲嘢，跳下机啊！握脚步，哎，听到了。冇喺呢边入，冇喺呢边出，兜路。应该左右柜一，照道理应该会夹击你嘅。如果系，嚟啦！喂，左边，系。夜局啊，三个人啫度，三个人啫，咁三个啊，屌，三条友嘅，你拣咗系嗰个 two man squad， 系啊 ，two man squad。
去试下嗰个 DUM 我嘅啦，嗰个四双。玩玩多场，我哋试下呢个 DUM 四双。八。呢个应该两个。好仔，点解你好多表情嘅事啊？大 chat 会唔知？其实系咪听唔到你讲嘢？战地记者。嗰、那个 mini 为大家带嚟枪战直击。点啊？左路肥卡比嗰个哈哈哈哈卡卡卡卡系咩？你自己得大啦，系啊，因为我电话睇就 check 过。讲翻啦，我玩 PUBG 都系嗰啲边缘人嚟嘅，都系嗰啲突咗个出嚟嗰啲咯。都系有人成日聊紧，有人都话我敷咗个壶，你讲咩啊？我话我要飞到去佢死我。你有冇试过新地图啊？哇！因为听讲个新地图咧，新地图咧好烦。系我谂紧落边，系是但落呢度，呢度。新地图我觉得几好喎，我中意个新地图啊。哦，你玩咗啦？我寻日试咗嘛，我寻日就。因为左路其他地啦，即系我哋做 CM， 系睇到。做双拍，好多人。即系通常啊，唔系，因为我听琴日听人讲咧，话装啊新 map 嗰个嘢咧好烦嘅。唔知啊，你攞咗嗰个 pop 之后咧，好似装只上嘅 skin 嗰度。咁如何啊？覺得真咩？我都好正，同埋咧可以保持到我嗰個 FPS 咧六七十嘅。佢唔係 test server 即係咁樣。如果咁樣嘅話，即係我部機都 OK 啦。咁我只加唔開嘅，咁即係可能要 server。我想我的 case 應該跟你差不多。我通常呢玩 PUBG 呢頭嗰兩場呢就 OK。佢第三場開始呢就開始。所以有时候呢，有时候同人斗紧枪嘅时候，一可能一转弯即刻匿死咗，好啦，好捻抌收口嗰啲。我都觉，我成日啲紧张翻头，你知我嚟咩？我嚟，听声警笔啦嗰边。我执到把 shotgun， 一把 shotgun， 一把M16。
晚应该唔得，听晚礼礼拜六啊，礼拜六晚得唔得？好开心啊，有人约我，因为我从来都系食柠檬嗰个嚟。我唔知我先食，我都系食柠檬噶。我而家 check 公司嗰个人咧，依家我问佢咧，我叫佢，我邀佢同我玩，佢都唔同我玩，好大牌嘅。佢依家 hello， 依家唔同你玩啊？依家唔同你玩。系咪扭？系咪扭计？一定要你要同你双排呀？唔系喎，佢讲到冇人想同我玩。咁好明显扭计啦，讲到明唔想同你玩。啊，咁样叫扭计？扭咩咁样？好扭喎！你应该冇睇过细个吗？你睇下佢讲咩？系错。嗰个公仔都系啦，那个公仔我邀佢同我玩，佢都唔。好大牌啊！你啊真系。搞错啊！这是手冲啊！你留意一下啲個報聲，睇下附近有冇人咯。冇啊，白蘭過嚟。但問題聽唔聽得出邊個方向咯？我盡通常都係你啊，你戴 headset 噶嘛，係咪？係啊，我個 headset 已經連聽聲嗰度都有啲臭口味啦。咁你都係買過啦，好平嘅兩嚿。唔係話你喺邊度買噶？我都是在深水埗隨便買過的。好，我不想再花一些錢，真的要買了買了。那你又問回色那些，因為 我買這些設備很隨便。沒有，但你用開聲音500喎，用什麼牌子是我的？用開聲音是什麼？你用開聲音吧。headset 啊，呢个咩牌子啊 ？POLAR， 啲人话呢个牌子好流。唔系好流星喎，我听。跑圈走，冇人点跑先，冇问题。行山路，行山路，冇冲入城噶，冲入城噶真系送死。你睇住你后边应该有人嘅，你右边啲屋。咁你跑法可以有啲唔同噶嘛？慢慢你知唔知可以諗緊嗰個價錢係嘅咩？如果你冇改嘅話，應該唔係冇啦。咁撳一下係邊個先？然之後用 mouse 咧，佢就左右嘅，即係左右嘅。
跟住撳住 Auto 跟住 Mouse 咧就調轉方向望咗啦。哦，呢個唔知啊，點？你要唔要四倍鏡？你有冇槍啊？俾人問。要啊，西方明白。但係咩？喂，我想問咧，你哋誒 chat room 你哋聽我個麥聲咧好差噶嘛？咁你哋聽我個隊友講嘢清楚噶嘛？你哋聽佢講嘢清楚。唔好意思咯，個麥廢啊！他們說 OK， 我記得之前看了一句話。哦，擦了先。兜個圈。因为我不想冲入城堡啊！咁依家你赞助啦？我？佢哋系咁响投诉我麦好差。即這個我真的不用 headset， 因為我就是買過現在一套，我用的那個呢兩塊零水都用了大概半年了。BOLA RO RO， 我看買的這個我都幾買的，真的你稍後但是有人說不好的喎，這個牌子唔係好大，有啲人可能覺得唔好啲人。嗱、啊，我咁聽你講嘢好清楚咯，一啲 voice 都冇。係，我牛丹俾個型號名。唔該唔該。Sorry， 我依家都唔～你而家聽唔聽到槍聲喺左邊對面山入邊？係。但係我佢哋係聽唔到㗎。唉，我都教人教忽知嘅真係，世界邊啊！喂，走走，快啲瞓。哎，对面山，对面山，对面山，看唔到？啊，好，系搵树。唔係啊，都好近嘅，好近咋。依家你養我啊，唔使留嗰啲相。我何來有錢啊？有錢我晨早，我晨早買咗 mini 推薦嗰個20,000嘅電容麥啦。阿 mini 你啱啊 ，mini， 阿依家先有錢。
有人啊，梗系射紧人啦、啊，黐线，射紧乜啊 ？Sorry 啊，即系我 all miss， 我见唔到。俾把枪嚟啊！你要枪眼啊？啊，俾把枪嚟，俾把枪嚟，你防下身啦。诶，你要咩枪啊？你话你俾我啊？系我俾你啊。俾你扑下，俾你扑下身都好啊！喂，射过嚟，打过嚟，我见到啊，喺你上面啊！哎屌！我唔知想打啦啊！哎屌！冇啦冇啦，诶，射啦射啦！我冇俾弹你咩？哎呀，柒咗添！啱啱射得系咁开心，一发都唔中。咦？你杀咗佢啊？冇啊，边个杀佢？执埋啲嘢啊，系睇佢翻转头啊！我啱射咧，系咁射佢，点知俾佢复翻我添？喺前面，你如果有倍镜嘅，就拎个倍镜出。好了，我觉得佢好似想听佢系啊，又讲多样嘢啊，你跑一圈先，痛痛地嘅。咁通常咧，嗱，譬如我依家双排啦，系咪？啊，咁我依家双排啦，咁如果条友剩翻一个队友嘅咧，条友嗱，你咪上嚟啦。嗱，兩個，如果佢仲有隊友嘅話咧，就會去翻啱啱啊紅色缺巴嗰個狀態嘅。如果佢俾人射單咗嘅話，嗱，即係譬如好似我啱啱咁啊，啊，如果我俾人射單咗，咁你啊，我會變咗紅色缺巴噶嘛，你仲有機會救我噶嘛，係即係跪咗喺度啦。咁如果啊成 team 咧剩翻，可能剩翻你一個咧，咁條友殺咗你嘅話咧，就啊就喂屌就即死噶啦。背脊嗰阵时，哎冇咯，就背啊、就即死噶啦，即系好似你而家咁咯，你而家即死咗咯，就冇啊、趴低咯。系啊系啊，呢个我知。系啊，咁所以就啊、譬如如果双排咁咧，咁人哋啱啱射单咗我嘛，咁佢咪知道我仲有一个队友喺附近。哦，系喎、啊，就系咁啦。所以佢经验嚟嘅啫。系、嗯、所以佢条友就知道你仲喺附近 cam 紧你咯。前啊呢个大嘅嘢。点啊？我哋下次再玩。好，礼拜六玩我哋。收台啦，我听唔听到啊？我谂你都听唔到。